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在周日的凌晨，2024-25赛季意甲首轮正式开打，热那亚将主场迎战国际米兰。国米是上赛季意甲冠军，而且球队过去10次对阵热那亚取得8胜2和的不败战绩，心理层面占据绝对优势的国米首轮势夺开门号。另外 ，M 直播到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。热那亚上赛季意甲表现中规中矩，球队战绩定格在12胜13和13负，以联赛第11名的身份结束2023-24赛季。作为意甲中游分子，热那亚既未有能力争取欧战资格，都未有降班之忧。今年夏天，他们通过出售马迪奥列迪古、祖斯芬、马天尼斯等人创造的收入，球队可以在转会市场放开手脚买人。他们买断了前锋域陀奥利华拉和后卫甘尼迪云达，稳固了现有的阵容。同时，祖利亚美斯亚斯近期状态不错，他在上仗义杯有入球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热那亚过去10次对阵国米未尝胜绩，上赛季意甲两次交锋只取得1和1负。虽然热那亚近期状态不足，7月以来的5场比赛取得4胜1负，但是期间遭遇的对手实力一般，除了法甲球队摩纳哥和意甲圣巴马威尼斯之外，其余球队均是效力次级联赛的队伍。热那亚还未有展现出能够和国米匹敌的实力。要知道，国米是上赛季意甲冠军，热那亚金将难逃开门黑。阵容方面，前锋伊古宾和后卫马图路等人因伤缺阵。正如上文提到的，国际米兰上赛季意甲取得29胜7和2负的佳绩，领先身后的 AC 米兰接近20分，轻松夺得联赛冠军。虽然今年夏天球会高层经历动荡，国米在隐瞒方面较为保守，除了引进祖斯芬、马天尼斯、皮奥特斯连斯基等人之外，球队还买断了马高阿拿奥道域、戴维迪法迪斯等球员，可以看出国米今年夏天还是以保持上赛季夺冠班底为首要的目标。因此，相比上赛季，球队实力并不会有明显的起伏。拿达路、马天尼斯、马古斯杜林和哈根查汉路古上赛季以及入球数均上伤，其中拿达路、马天尼斯还得到意甲金靴，国米仍然拥有全意甲最强大的进攻火力。值得提的是，国米过去5次作客热那亚取得3胜2和的不败战绩，期间有4场比赛未有失波，作为上赛季意甲攻防表现最好的球队，国米今次全取3分无难度。阵容方面，中场皮奥特斯连斯基和前锋达庄布查兰因伤无缘出战。多谢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啊！立即下载 M 直播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犹如置身现场，睇尽足球、篮球赛事。